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洛杉矶道奇王牌投手客肖 Clayton Kershaw 今天在开幕战先发对上同区的旧金山巨人，他缴出六局失一分好投，打击上还有二安表现，没想到道奇打线起火，而巨人靠佩尼克 Joe Panic 的阳春炮打进唯一分数，让道奇中场以0-1输球。克肖连八年担任道奇开幕战先发，经主投六局用了91球，送出七次三振，被敲八支安打，包含五局上被左打的佩尼克敲阳春炮，另有两次保送，吞下本季首败。道奇此战打线起火，全场六支安打中，克肖二打数二安打，捕手格朗多 Yamani Grando 也有二安打，巨人全场有八支安打，就佩尼克这一红影球。顶替锋帮帮贾纳 Madison Bumgarner 的巨人先发布拉克 Jai Black， 他投出五局无失分的好表现，加上牛棚四名投手稳稳守住，让巨人在缺少王牌投手的情况下拿下开幕战胜利。客肖法新社，佩尼克法新社，巨人先发布拉克今日美国。